欢迎回到十九八七，他是史提，他是千山，他是九 V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成员啊，可能我怎么叫他？哎，千山，很夸张哎，第一次带恐龙出门玩。还有嘞，酒爸酒妈过夜，现在叫酒爸酒妈吗？叫什么？还好我没有妹妹，不然要叫什么？妹。我们现在已经开到了宜兰，然后在 Seven 买了一些东西吃。我的热狗嘞？不要我的热狗啦！然后我们等下就要开山路上山，大概要开三个小时。好，上路，拜。我们现在已经快要到山上了。导航说是14分钟。我想尿尿，我实在是录不下去，我先走了，我要先去尿尿。我们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加油站。我跟你讲，不夸张，怎么了？你不能压我恐龙啊！这很行，它会变形。你是说它可以这样子做的？ OK，Let's go。Go。你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在。干嘛？我在。好可怕。小哈，小哈，小哈，哈哈，嗨，你好，妈，这个，现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天池。天池是干嘛的？天池就是天上的一座池塘。让我看看你的照片。哎，你都没有亲。不要，我爸妈在那边。等一下就有青蛙下蛋可以喝了。我们现在刚下车，刚 check in， 然后我们要拿行李回去我们的小木屋。今天我们住在小木屋里面，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小木屋，是哪一间啊？ Hello， 我们在第一间啊。不是，已经走超过。现在是谁长进？天山。山山长进，长进人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搬我们的各种行囊到我们的小去。来看。嗯。有看到我的恐龙吗？是我的恐龙。你不要碰车子，车子超脏，林勇。我哥的车弄得很脏。然后这一包呢？不要怀疑，这一包是我们的棉被跟枕头。那为什么带棉被跟枕头呢？因为我们是住小木屋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
快点关门，走了。走了。回家是吗？啊。好了，啊，走。你再帮我关门吧，晨晨。不要关了。等我，等我。他拿脏，他不洗澡。哎呦喂呀！哦，哦，哦，想吃云霄，想吃云霄。我真的生气。不要闹，你这样搞得快掉了。到底有谁会带这个来录音？现在就是因为小木屋已经很小间了，结果还带了一只恐龙，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妈妈说的海豚，海豚也很可爱啊，但它是恐龙。它现在要睡觉，它在车上被珊珊一直蹂躏，他们两个坐在后座，然后珊珊就是这样，我看到，而且用那种鸡巴脸，我都录下来了。对，然后他们看着我，然后我很专心开车，他要顾我的恐龙，我看到。这是小木屋里面看出去的风景，然后这是一大早就开车很累的史提，跟他一定要带的恐龙，还有姐姐，然后这是小木屋里面的样子，有一个电视，然后有卫浴，有一个马桶，对外窗可以看到别人的小木屋，然后镜子、洗手台。有一个分干湿分离卫浴，看到妈妈。我现在刚洗好澡。这是我们的小木屋嘛，然后我们的浴室呢？啊，看有烟，看不到。有烟，然后，这个是胡椒鸡，它是冷冻的胡椒鸡，所以它现在还是一大块的冰块，然后它等一下会融化，就会出现一只鸡，是一只完整的鸡吗？对，完整的鸡耶，哦，我咬到舌头。史提起床，史提起床。哇，还有火锅料。我这个要好，我就把它拿出来了。好，这个刚晚上刚会。会不会下雨吧？应该是不会，但怕会有露水。还是要不要拿去车上？再搬回来，再看看呢。夹子给我。你要慢慢洗澡，你就全部都录进去了。嗨，你好。我这个小木屋的窗户就是这么的通透，可以看到史提在里面洗澡。你这样拍到我吗？如果我的手机在这样子，如果我的手机在这样子，这么夸张哎。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？就是水龙头啊，饮水机吧，很像那个看牙医会有的，啊啊啊，错边，很像看牙医会有的东西。好，我按喽。嗯？哎、欸？你也太浪费了吧？为什么？坏掉了。啊？它水柱还蛮强的、欸嗯，然后它就直接吸那个宝特瓶的水。来来来，我们介绍今天晚上要吃的胡椒鸡，赶快！这是今天的胡椒鸡。开、哎！哎呦，哦、我手机，我的整只鸡哦。啊、然后嘞？然后你想要吃，再当火锅汤底啊。然后想要吃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加入哦。好哦，好啊、哦，好的，我们现在是吃火锅时间。看我们这火锅非常的丰盛，然后它一直滚一直滚，象征我们财源滚滚，大家2020要发大财哦。来，我们首先先帮九 V 夹一点菜，来吃吃菜咯。这个豆皮你喜欢吗？还行。好，我们吃点豆皮。接下来我们这个肉的部分给你一只鸡腿好不好？不要。你不
我不用鸡腿。可是你又不喜欢丸子，不管我给你丸子。从小爸妈都把鸡腿给姐姐吃。你屁呀、啊！你屁、啊！好可怜哦，我们该把鸡腿夹起来，不要给姐姐了。来，夹起来。随便都给你，我不吃肉了。Hello， 这个猫病也太严重了。海椒，我根本不吃肉。玉米也是。玉米都是姐姐吃掉，我们跟姐姐去吃火锅的时候，姐姐都把我们的玉米吃光。她都说你们不准吃，都是她的。一人吃三个玉米，超夸张。九 V 最爱的芋头，我也喜欢。我们把它夹进去哦，三二一，你敢？我不敢。那个不知道有没有熟，有吗？那个熟吗？那这个有没有熟？有熟吗？嗯，到了。不要了啦，不要了啦。为什么拍到一个很奇怪的人在旁边吃东西啊？迪乐，你让我吃。吃饱躺在小木屋里面耍废。小木屋里面还算是蛮温暖。好饱。外面超冷，还要烤棉花糖吃。那晚一点再烤。那你说什么？先晚一点。那你有跟恐龙一样胖吗？恐龙有点太胖。我这样看好胖，我比较胖。我们来举下巴刷三，一二三。你喝咖啡了那杯？我没有喝，我只是买干了。哦昨天晚上八点就睡了，以为可以在凌晨的时候起来看星星，结果没有，我们睡到早上七点。所以我们原本打算要在一个什么深夜的看星星的 talk， 结果没有。什么叫看星星的 talk？ 我们只好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了。日常，那大家期待一下，我们今天要去爬山。我们今天要去合欢山吗？要去爬山。所以就放到下一集了。太阳很大。好，拜拜拜。啊，不用看湖边吗？啊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拜拜。我去吃早餐了，拜拜。恐龙怎么叫？看呢？你都怎么叫我？看呢？嗯，看呢？看呢？